走上岗了。帮我开点门呀！哎，来了。哎，你看，你看。啊，四世同堂哈。嗯，怎么样？这我们单位拍的，不错吧？这个在全国都引起轰动了。又不是你写的本子，你看你得意什么呀？在我们单位拍的，我当然感到自豪了。你知道吗？嗯，这是目前中国最长的电视连续剧。我看啊，这就是电视剧的优越性。你知道我的把戏天天往家赶，真的啊，一集都没了。你把片子到你家去，让我也好好气气。至于吗，姑娘？咱还记着上回那事儿啊？那当然了，我不跟你们说过吗？电视剧早晚会打败电影的。好，打败，彻底把电影打败啊！我说，赵老毛到什么职位了？你给我搁下！哎，一到关键时候就完，急死人了。咱们再给电视台提意见，一晚上放上个七集八集的，一口气演完得了。嗯，我看这样挺好，每天啊还能有个念头。啊，您不是最烦一天一集吗？就是嘛，你说的像羊拉屎似的。那也得分什么戏呀？像这么好的戏呀，就不能一口气看完了。就跟喝茶似的，得慢慢品呢。这电视剧能有您那电影好啊？嗨，那也得分什么电影。现在好电影啊，越来越少喽。我说你也真够倒霉的，好不容易熬上经理了，没好电影放了。谁说不是？又是承包，又是经理核算，大伙儿工资奖金都得从票房出。哎，前两天有一破电影，就俩观众，可是又不能不放，这连电钱都收不回来。您甭这么说。不是电影拍不好，是电视剧越拍越好了。要是电视台天天放这种好的电视剧啊，那您的电影院还就该关门了。想想前几年啊，甭管放什么电影常常满座，现在呢都是这破电视闹的。你说这电视机从黑白的换成彩色的，还越做越大越清楚，这不是要我们电影的命吗？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嗯。李教授呢，想让我考他的研究生。其实呢，他是想让我给他当助手，然后一边读研究生呢，一边帮着把他的资料啊都整理出来。考就考呗，而给泰斗当助手也是件挺光彩的事儿啊。可是这样的话呢，每个月我的工资就少十好几块呢。哼，那就多吃几次煮拌面吧。我是想啊。咱俩的钱加一块呢才100多，好不容易存了1000多块钱，那月让你买了一电视。哎呀，我是搞电视，不看电视怎么行啊？没有，我啊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觉着呢，咱俩日子本来过得挺紧的，这钱一少呢，你不就更受委屈了？嗯，行了啊，别胡思乱想了，咱们俩这样不挺好的吗？有书看，有音乐厅，还有电视，够奢侈的了。我又不是想发财，我就想让你过得更舒服点。行啊，那好吧，来，哎，搂着我，嗯，搂紧点，让我躺在你怀里看书，那我就最舒服了。拿着，聊天。
您看看，这是刚印出来的。哟，真不错，挺像那么回事的哈。大姐，嗯，这是上爷您那份儿。啊、哦，谢谢。您不数数啊？数什么呀？咱们又不是一锤子买卖，还怕你坑我呀？那倒是，咱饭馆能有今天，那不全靠您吗？坑您，屁股俩点我也不敢呢。现在晚上人是越来越多了。嗯，您看您能不能？不行，我不跟你说了吗？我得接孩子，还得给家里人做饭呢。要不然咱出钱雇人帮您照顾家里头？不用了，我家不缺钱，只是我不想让家里人知道，我公公婆婆都是离休干部。嗯，别看咱们生意那么火，拼死拼活干一年，还抵不上我丈夫的零头多呢。大姐。那我就不明白了，您说您守着这么一丈夫，还出门受这份累，干嘛呀？守着丈夫，丈夫是能守得住的吗？我觉得钱多钱少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不依靠任何人，不看别人的脸色过日子。我现在啊，只有枕着存折睡觉，心里才踏实。肉干嘛？啊、哦，我想切好了冻上，炒的时候方便。哦。嗯，真香。好不好吃？我好久没吃过这么香的菜了。姐、嗯，那你多吃点。嗯，陈焕。你也使劲吃、嗯，还有好几个菜呢。嫂子，你别忙活了，赶紧来一块吃吧。嗯、这么多菜已经足够足够了，真的、哎、啊！别假装客气了，赶快抓紧时间改善一下。嗯嗯、还好，好吃。说呢，守着那么能干的嫂子也不好好学学，净让人家陈焕吃挂面。没有妈，没天天吃，我们中午在食堂里吃，是不是？妈，陈焕，你不能太宠着这平平啊！听说你们这家务活都你一人干，是不是啊？谁说就是他干的？我还往家买过包子呢。对呀、啊，咱还买了好几回瓜子儿。哎，你别怪我。嗯，哎，嫂子，你教我做菜吧。哎，我们家平平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好凑合，你教我几样简单的就行，好吗？成，平平，你可真有福气。李大爷真是的，不就是个公司吗？至于那么忙吗？连礼拜天都不回家。像他这么搞公司，中国经济还能搞上去？找时间我跟他谈谈。爸，我看你啊是心里不平衡。我哥现在都有专车了，还有进口的呢，听说还有专车秘书，正不急待遇。我们这些人都落伍了，一大才回来几年呢，一年一个样，我看着都眼晕。平平啊，你小看你爸了，我才看不上这个人呢。他们拿国家的权力去赚钱，有什么值得羡慕的？早晚得出事儿。屋里几个直属大企业请我当顾问，我都拒绝了。哎，嗯，陈焕，你是学经济的，你说说看。我个人认为啊，嗯，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个暂时现象，这个现象不会长久的。听明白，明明，你看陈焕多一头脑，不愧是好姑爷。嗯，好什么呀？现在是脑体倒挂，没听人家说吗？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搞导弹的都去卖茶叶蛋，那才是民族最大的悲哀呢。刚开始还可以，现在一场比一场少。我看也就一百多人嘛。现在连一百人都不到了，演的一半啊，这人就呼噜呼噜往外跑。我也不爱看，节奏太慢，半天也不说一句话吧，画面还黑乎乎的。报上说这叫探索片儿，
拿到国外啊就能得奖。国外得奖有什么用啊，得老百姓来看，我看那第一血就不错。咱们的牛百岁能保本，皇上来的姑娘上座还可以。哎，你这太乱了啊。要是再能有几部像第一滴血这样的片子呀，今年就过去了。哎，好汉不提当年勇啊，想当年从这往下一看，黑压压的全是人脑袋，现在倒好，全是空座，散了场都甭搞卫生了。帮您包吧，啊，别沾手了，就这点活。妈，哎，您看我们现在是走哪儿蹭哪儿啊。哎呀，大今天有嘴福，一会儿我帮您赶片吧。哎，啊，妈，啊，我姐夫今儿回不回来啊？没个准儿，你找他有事儿啊？啊，他可是特意来找姐夫，跟姐夫一起看球的。他说跟我一起看球没劲。那当然了，妈，您知道吗？今天晚上世界杯外围赛，咱们对香港队，只要打球就能出现，不真的？那香港在那配方还不跟玩呢？你说吧，人家来了。哎，爸。哎，爸。爸，您现在还和我爸天天在公园练吗？今儿早上还在一块呢，一想起这事儿啊我就乐。你说天底下就有这么巧的事儿，儿女的事儿还没定下来呢吗？这亲家倒先认识，以后他们要想看电影啊提前告诉我，我让他们给留票。哎哎，嗨，其实现在留票也没用了，这个一场啊就一二百人，躺着看都成。爸，你也不能这么说，一个电影的好坏不能根据观众的多少来决定，像一个和八个这样的电影就不是什么人都能看得懂的。那看不懂拍它干嘛呀？哎，它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电影文化发展水平啊，像欧洲的几大电影节的获奖影片必定是票房就很好的。现在人心乱啊，都沉不下来，他就想看热闹的，什么枪战的呀武打的呀，就哎呀，要都是那种电影啊，我就更不去电影院了。是我们家平民现在整个一全盘西化，国产片儿根本不如人发眼。哎，你什么意思啊？但是你看的外国电影看的太少。哦，我们经常在单位里看外国电影录像带的。什么是录像带？录像带呀，就是录像机里用的磁带。嗯，它的性能和录音机差不多，你把电影和电视里的节目录下来，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这种家庭录像机啊，在国外已经都普及了，用不了多久咱们也会有，是不是？算了吧，外国东西多了，什么都跟人家比啊。我在电视公司啊看见过这东西，这东西可不能普及，这样一普及，你一版我一版，你翻一版我翻一版，电影更没人看。你爸现在日子不好过，平时我们连电影都不敢提。哎，你老说你顶上拿小猪风，你瞧我这口活啊，我一个就能赶上啊。哎呦，哎，平哥，平哥来得正好啊，快看，哎。姐夫给你带什么了？这块钱省得给你送去，快看。什么？随身听，也叫沃克曼。要的那俩，就拿呢嘛，嘛。哎，你看这话筒多精致啊！正好学外语呢。啊，谢谢你啊，姐夫。谢什么呀？没有你哥呀，你姐夫现在还练摊儿呢。谢谢。哎，花儿，我一猜你今儿准回来。我还以为你今儿不回来了呢。哪能呢？别还不骗你，我今儿真有笔生意。是吧？我一看是今儿这日子，不谈了，四年才有回来。那当然。哎，大海，你说四年前啊，要不是沙特放水，咱们早就进世界杯了。没错，还用等到今儿？你说那当然了。我跟你这么说吧，啊，今儿个是个有戏。那你想，香港队弱队啊，哎呀，而且是咱主场，踢他仨不踢他五个六个的，怪死他了。你这有点儿太过了啊！我跟你说，我觉得进仨球应该是没问题。你可咱俩打一赌，你烦不烦呢？跟我们班男生一样，一提到足球跟打了鸡血似的。咱们说话。爸呢？你们班同学懂什么呀？哎呦，就你懂，就你懂。我踢球我没他们呢。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来来，我抱。你来以后，
高考志愿了，我想让你帮我参谋一下报考什么样的学校好。当然是北大了。北大，哎呦，我可比不了你。我想考经济学院。学经济？和你哥一样？谁跟他一样啊？他学的是政治经济学，我要学啊就学商业管理或者是商业会计。哎，你不是说你喜欢文学吗？怎么又改商业了？因为我要考虑什么样的专业以后好找工作，而且挣钱还多。哎，小欧，选择专业要看个人的兴趣，这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就是因为这是一辈子的事儿，所以呀，才不能凭一时兴趣呢。要是你选择的专业不喜欢，那你怎么能学好呢？我现在高中的课程没有一样是我喜欢的，但我也同样学得很好啊。哎呀，嫂子，本来啊我还以为你的观念能比我哥新一些，现在看来啊，半斤八两。哎，也是，我和你哥不坐班，整天都在学校的宿舍里，除了看书就是看电视，也像是和生活脱了节。哎，小欧，你外语学的怎么样？外语还行吧，就是我挺讨厌背单词儿的。我也是，不过我想你还是应该把外语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上，以后好出去闯一闯嘛。你是说出国？是啊，我的几个大学同学都出去了，他们去美国自费留学。不会你也想去吧？还没拿定主意呢，不过我还得跟你哥商量商量。你说的对呀，如果一个人长期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太久了，会闷死的。怎么这会儿傻了？哎呀，您就别添乱了。回家吧。陈焕，干嘛呢你？不去场球吗？回家。怕你把这个杯子也给砸了。哎呀，烦劲儿！我呢，我不想烦你啊。哎呀，你能不能不缠着我呀？你不信任我好不好？我就想问你，现在怎么不行啊？哎呀，不烦我。我就烦你，我就烦你，烦死了，烦死了！人家外国球迷啊，输了球还打老婆呢。哎，来打我，打，拿我！哎呀，你能不能不手让我一个？哎呀，你怎么又笑了？哎呀，你真是烦死了你！别笑，别笑。你知道这么多年你从来没发过这么大的脾气，我求求你再发一次让我看看好吗？刚一场球跟你说我气死我了，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越来越生气，我告诉你，我这一路回来我都熏着气呢，幸亏路上没人惹我，要人惹我绝对不饶他，我跟他没完。真的啊？你怎么早说呢？你知道吗，他们在车上，他跟我骑车上有一个男的特别讨厌，他老是故意的挤我，挤来挤去的，不敢跟你说。那他在车上你干嘛不告诉我呀、啊、你要告诉我绝对在车上抓你臭流氓。什么？我哪敢呢。不对啊，咱俩骑什么车回来的？是吗？傻子。我告诉你说，我非有一天你把我给气死，我可你都气我你笨蛋，气死我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咱们说正经事儿，真的。什么事儿啊？你想不想过出国？
我刚读上研究生，系里应该不会派我出去的。我说的是自费留学。自费留学外边得有担保啊，我们家在国外也没亲戚。哎，你想出去啊？我一个人出去都没意思。就是，你学中文的出去干什么呀？要我是你啊，我就在国内踏踏实实写一好剧本，比什么都强，真的。对，我自己定写出个好剧本来，自编自导。哎，婷婷，你最好还能客串一个女主角哎。哟，你敢拐着弯的骂我啊？新华社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负责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由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各方面的人士和专家组成，具体名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公布。看来这香港啊是真要收回了啊。那当然，日子都定了，19977月1日，现在是85年，还十多年呢，早着呢。哎，亲家放心吧，就冲咱们俩身子骨啊，肯定能等到那日子。看着五星红旗在香港的摩天大楼上升起，今后谁能真正理解这四个字的含义和规律，那么将来定能走在时代的前列。爸妈，吃点水果。对呀、啊，嗯，阿信还有15分钟，不着急啊。我发现群英特喜欢看阿信，一集都不落。妈。嗯，我特佩服他，他什么苦都能吃，谁都不靠，这样的人啊能干大事儿。昨天看电视呢。嗯，爸妈，这是客户送的。又收上东西啊？我又不是机关干部，怕什么呀？再说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哦，这么大人事还不值钱呢。把东西给人送过去。好好好，我拿走，你给我回来。爸，你还几份合同要看，你坐下。群英，先把电视关了，看看孩子去。谢谢。坐这儿。手表的不错啊，
您要是喜欢，您就留着用，日本货镀金的。也是客户送的吧？爸，这生意场上互送礼品这常事儿，我没送人家呀。人家外商是自己的公司，花的是自己的钱，你们买礼品花的是公款，用公款换回自个儿的东西，这算不算贪污？在机关算，在公司不算。我们公司一年给国家净挣利润几千万呢，花这点钱算什么呀？你们利用国家的权力和财力为自己办公司，还拿着高额的佣金，就你们那么几个人，一年花几百万吃喝玩乐，这不算贪污算什么？哎，我还告诉你啊，别忘了你是共产党员。爸，我现在是身份变了，不是机关干部，是公司经理，你别老拿计划经济那套来管我。哎，我还跟你说啊，我也不是你老爸，我才懒得管你呢。我有必要提醒你啊，要么你遵纪守法，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要么你彻彻底底变成个商人，成为全国解放军的人。那不可能，大小我是国家干部。哦，党员干部这四个字你舍不得是不是？那我送给你共产党宣言上的一句话，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哎呀，你干嘛生那么大的气？我没生气，我很好。好了，该吃药了。我吃过了，我不吃了。我，哎呀，一达，你这样做是不是太离谱了？其实这么做我心里也打鼓，一年几百万都花在吃喝玩乐上了，公司就那么几个人，一个比一个会花钱，还要接受客户的贿赂，现在送礼啊早就不送金项链了，而是把钱啊给你存在香港瑞士的银行里头，你公司，你大陆就是在反贪，你到哪儿去查呀？我爸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我听你爸说呀，中央有新精神，鼓励个人开公司，你们利用公家来为个人挣钱。你看，这是你爸给你剪贴的，你看看，什么下海啊、股票啊、办公司啊、经济犯罪啊，今天他本来想给你的。现在只有两种人心里最踏实，一种就是我爸那样的，两袖清风，一身正气；还有一种就是彻底坏到家，根本不把党纪国法放在眼里。最倒霉的就是我这样的人，看别人整天眼红，自己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淑琴，怎么了？不舒服了？没有。是不是胃病又犯了？不是。这些人都怎么了？为了钱，全都疯了。这个国家穷这么多年，封闭了这么多年，一下子打开了，什么该留下，什么该舍弃，全都搞乱了。那怎么行啊，这么大个国家。我相信中央会考虑的，至少老邓政治局他们的头脑肯定比我们清醒，他们会有办法的。何况这么十几亿人，乱了的也就那么一小部分人了。你认为这个今年的苹果啊，我看就比去年大很多，肯定很好吃。
干什么？你这个家呀，简直是个肥料公司，把这些东西清出去，撒到你的责任田里，保证明年大丰收。对，把你这屋也收拾收拾。哎，打扮得文明点儿。趁热喝啊！你给我吧，我去煮粥去。嗯，这回踏实了吧？哼，早听我的，能烧成这样吗？我告诉你，这回好好跟家给我养着，病不养好了，不想出门。嗯，大海，我真的觉得你对我挺好的。废话，你是我老婆呀，我要对别人好，你答应吗？这回我听你的，好好在家待着，什么劳模奖金都不想的。这就对了，劳模管什么用？当饭吃。其实我早就不是劳模了。不会吧？哎，你这么玩命，怎么能不是劳模呢？咱们厂最近进了好多新设备，都是进口的，特难掌握。我根本不是那些小年轻的对手，人家都是高中毕业，可是我连图纸都看不懂，不但完不成定额，还老出字变。就是腿要强，三十好几的人了，你跟那帮小丫头比得了？我心里难受，你在家多陪陪我行吗？成，你放心，你病没好，我天天陪着你，等你把病养好了，我带着你咱出去玩去，结婚的时候咱也没正经度过蜜月呢。这就是甩干啊。哎，瞧见吗？双缸就这样，大桶洗衣裳，小桶甩干。哎，得行了。妈，哎，来来，您过来瞧瞧。您瞧瞧，赶紧摸摸。哟妈，哎呦，一点水都没有。哎，这真好，跟干的一样吧。不是都这样吗？当然了。哟，太好了。这小日本啊，说是又发明一种新的，是带烘干的，脏衣服这头放进去，那边再拿出来，干净了立马就能穿。那麻烦你跟小日本再商量商量，索性把那电熨斗一块搁里头得了，出来就省得烫了。咱妈净给这日本人出难题，您就不怕咱烫糊了？您说这些年哈、啊，一会儿一个幺蛾子，一会儿一个幺蛾子，就光这些电器就够让人费脑子的了。可不是，人大海当初买电冰箱的时候，我还骂他，
这会儿觉着小了，不够使了。哎呦喂，您老早说呀，说是现在又出一双门的冰箱了，上头那门吧放鱼放肉，下边放什么乱七八糟都成，还不串味呢。真的吗？瞧现在这日子过的，老三件甭提，新四件咱们也置齐了。你看，电视机彩色的，洗衣机双缸的。妈，还有一件吗？啊，我去拿。这些年我有时候老觉得跟做梦似的，还这才哪办法啊。哎，我把咱们那被罩和床单都拿来洗啊。哎呀，今儿就到这儿吧。哎，啊，今儿啊，咱别洗了成吗？咱俩出去转转去好吗？我把这些，啊，都洗了，你说多方便啊。不，再也不用搓衣板了。我跟你说，我昨天吧看了一套组合柜，比咱妈那屋那漂亮多了，要买回来吧整整一面墙，能装什么都行。哎呀，那天我逛商店看一个组合柜带梳妆台的，特可爱。对呀，你真得好好捯饬捯饬了。哎，怎么着，嫌我老了？不是这意思，不过是得保养保养了。哎，你说这日子过多快啊，一晃咱俩结婚都7年了哈。就是啊，这再要不捯饬可买不了多少天了。哎，可别讲，我可不是这意思啊，我媳妇多漂亮啊。我说啊，您现在啊有什么银耳珍珠霜、抗皱美容霜，你都买点，可劲儿擦。你想把我变成老妖精啊你？真是的。哎，你说啊，像换这些东西吧，都无所谓。就这对沙发，我有点舍不得。这还是咱俩结婚的时候我做的呢，才花了6块钱。你看，这扶手，扁担改的，多滑溜啊！一想还真是的啊。你说那个时候这日子是怎么过的呢？钱得一分一分算计着花，就是现在你甭说一分钱，一毛钱掉地下都懒得捡。哎，大海，你说咱们这么着是好啊还是不好啊？